家好，我是布布。我是布爸。今天是幸运转盘，我们先来抽一下我们的幸运号码是几号。先由布布来抽他的。布布的是32号，接下来换我。我的是61号。好，我们先去出发买刮刮卡，晚一点回来，拜拜。我们买回来了，布布抽到的32号呢，他选择了一路发，我抽到的61号呢，只是选择了黄金连线。先由布布来刮他的一路发。一路发它有四种玩法，第一个就是刮出一个八就可以得到该奖金，第二个就是刮出金额得该金额，第三个要刮出三个八就可以得800块。最后一个呢，则是要三个发就可以得到该对应的奖金。开始刮吧，我看看有没有八，八、七、九、一，没有，来吧，第二个，第三个八，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来八，没了。好，我们来整理一下，一路八整理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英文代码是 NSO， 没错，就是 body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黄金连线。黄金连线玩法呢，就是在你的号码区刮出号码来，去对应上面的黄金号码，有连成一条线就开始有200块的奖金，越多连线就越多奖金。开始吧，29、
听还没有用，还要连线。好，我们整理一下。黄金连线我们整理好了，它的英文代码就是 VOP， 所以是没有中的代码。幸运转盘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，请订阅、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次再见喽，拜拜。